我看 ，lucky， 你看这个，哎，也能走路了啊，哎，哎呦，好，吃不了你狗肉了啊，晚上上那块吃你狗肉了，嘿，好多了啊，对，你看你看，嘿。哟哟哟！好耶！高兴？哎，看狗狗打架了？哎，是不是？嗯？小姐，你买这个尿不湿多大的？这个、妹妹能用吧？妹妹也可以。啊，那用完以后下的时候给妹妹留下。哎，爷爷下山吃请去了。小鸡，鸡肉了，赶紧洗一洗，我们要烧的吃了。刚刚回来，等一下做了呀，已经累了。那你拿过来我烧的吃嘛，我又不用你给我做。嗯，热了。嗯，有这个大鸡了有。不过那个了，你啊。哦，鸡腿啊，好了，那我们自己烧的吃。有那个铁棍子吗？铁棍子。看这个狗，能走路了，嗯，不用吃狗肉了，是吧？吃药了。吃药了？嗯。跑不快了，估计以后跑不快了，半残疾了。好了，烧肉吃。来，鸡肉在哪？哎，哪呢？鸡肉。这个。这么大一堆。嗯。两公斤。嗯。两公斤。说是烤的吃，烧的吃吧，在火上烧，撒点盐，烧出来香。这没有肉吃不下去饭。高兴，哎，踢腿。哎，都流口水了。哎，这大串烤肉。咦，放塑料布了，这塑料布放个早会儿吧，一股塑料味儿，烤成能吃。高兴，哎，高兴，哎，你脑袋上又上有了？不是，早上的地方。真，我又上有了，来，哎，哎，笑一个、啊，嗯，不高兴今天。今天继续挖，昨天挖了多半条，下来了，从山上把山路修了一下，继续在下面再挖。哎呀，这挖机这个劲儿大了啊！这么大块，这么大块石头能抠得动？放下一片，干啥了？这些小孩过来？羊，放羊了呀！这么多，这么多小孩放羊了？对，他们没家里面。人比羊多啊！总共就那么四五个羊，六七个小孩放羊了。可以的，
这爷爷过来的，弄的，弄的小钢板雨，打的雨伞，怕把爷爷晒走。看一下高线，哎，咋了你？哎，高线，怎么了？姐，看见爸爸你就哎，咋了你？看见爸爸过来咋了？啊，来，给我抱着，抱着，来，等会，开心了，爸爸抱着了，啊，嗯，把你放水里面吧，走，放水里面凉快。刚刚俺当着我的，你看我的裤子里面，撒尿了，喇叭叭了，撒尿了。爷爷也回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水呢？那边有马筐，过来。这边还凉快一会儿。你看太阳了。啊，热死我了。嗯，高兴，宝宝抱着不哭了，高兴。小高兴，哎呀，没看了我。哎，有鸭子了，刚刚我的鼻子嘎嘣了，俺都痛了。刚刚它哭脏了，刚刚它哭脏了。嗯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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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鼓掌。再铺张一个，你不要铺张。哎呀，撒一下，嘣嘣，铺的。啊，爷爷，今天回来播卡了。他去播卡了？他从播卡了回来的。嗯。啊，昨天是在奶奶那个，奶奶弟弟的儿子结婚。嗯。我们家睡觉，然后回来早上。高兴，看妈妈，你看爸爸回来了，在看没看呀？没看妈妈。妈妈，我本来热的，你看抱他，看不？看你看。